我们高度关注上述动向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地阻挠破坏两岸的交流合作，近期又处心积虑地抹黑并恐吓在台的大陆企业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，挑衅声势。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这种政治操弄，阻挠不了两岸同胞。 交流合作的大事，只会损害台湾工商界和岛内同胞的切身利益。